领带怎么打？领带是上装领部的服饰件，系在衬衫领子上，并在胸前打结。领带通常与西装搭配使用，是人们结婚以及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服饰品。那么，领带该怎么打呢？首先，将领带的宽端放在上面，窄端放在下面交叉叠放，然后将宽端绕到窄端之后，接着将宽端在正面从右手边翻到左手边，形成一个环，然后将宽端翻到领带结之下，并从领口翻出，最后将宽端插入先前形成的环中，系紧就可以了。